今日咧嚟到咗一个围城区，叫做中海汤泉嘅别墅盘啊！呢度真系非常之正啊！呢个环境啊，各位睇睇啊，系冇错，中海汤泉点解叫中海汤泉？因为真系有汤泉啊！各位观众，嗱、啊、呢、这个真系属于你自己嘅私家温泉，系真系可以俾到一个你非常之奢华嘅感受嘅。系啦，张房喺呢度，一入去系咪有啲富丽堂皇嘅感觉呢？襯曬你嘅身份啦！各位觀眾啊，我哋今日咧嚟到咗一個圍城區，叫做中海湯泉嘅別墅盤啊！呢度真係非常之正啊！呢個環境啊，各位睇睇啊！呢边望出去一线湖景啊，别墅又有，呢、这个小高层又有啊，呢、这、一个盘咧真系非常之 OK 噶、哦，家家户户咧都可以有温泉入户，而且性价比几高下、哦，200多万就有一套温泉别墅俾到你啊。隔篱咧就系、是、港惠高速，仲有呢、这个啊长深高速啊，仲有惠州北站啊，1小时你就可以翻到香港咁样。个一个交通一个便利性系咪觉得 OK 呢、啊、今日我哋一起睇片 OK。好嘅，各位观众啊，从呢度小桥流水般的啊叠碎，一直行到嚟呢边咧，就系、是、呢个样板房啦，示范单位啦啊吓。呢边咧就系、是、一个小高层，都系大装修嘅。咁行喺呢度咧，真系非常之舒服、哦。航拍机大家都可以见得到啦啊，呢、这个环境咧系非常之靓嘅，即系荒凉地啊吓。啊我如果喺度养下路啊，饮下茶都非常之惬意咯。好，我哋一齐上去睇睇。好啦，各位观众，我哋就上到嚟啦。啊，呢边啱先我哋喺呢个电梯嗰度上到嚟呢个样板房啊，呢度系上下叠睡咁样嘅布局嘅啊。下边两层，上边三层，我哋依家入去睇睇啦。啊，呢、这、一个入户大门真系够晒气派，哇，衬足晒你嘅身份、啊。你睇睇啊，有冇啲？古代嗰啲啊，好中式、古色古香嘅 feel 啊，冇錯，就係呢個感覺啊！呢、这個盤咧真係主打古色古香嘅中式風格嘅啊！大家可以見到呢啲陳設啊，呢、这個前院啊、花園都係呢個贈送嘅。我哋上去咧有兩個方式嘅啊，一咧係通過搭 lift 啦，二係呢個樓梯都可以上到去嘅。OK， 嗱呢一個預留曬俾你嘅呢個私家 lift 位咧，就係、是、俾你做你自己嘅私家 lift 噶啦啊，入嚟。系啦，大家可以見到嗱，呢一度幾層，我哋先上去啦。因為咧私家 lift 嘅緣故咧，所以咧佢嘅間隔咧就唔會話好闊噶啦，嚇係窄些少嘅啫。但我相信咧都夠曬你一家大細嘅日常使用噶啦，嚇、啊、非常之方便，對於老人家嚟講都非常之友好嘅。好啦，話咁快就出咗嚟噶啦 ，OK 嗱，出到嚟一入到嚟呢度咧有一個玄關櫃，真係～你電梯入户私家位就是一個最大的好處啦啊！咩都好方便 ，OK， 嗯，再入到嚟咧係有一個工位，呢、这個工位其實咧都係做咗一個乾濕分離嘅效果咯，好舒服啊！橫睇電梯嗰啲 feel 都非常之有居家嘅感覺，真係你值得擁有嘅 ，OK， 好，好啦，嗱呢度中空呢個位置又可以擺啲你嘅裝飾品啊、啊雕塑啊。或者你中意嘅紀念品啊，擺喺呢度陳設嚇，點綴曬你嘅空間啦，都係你嘅專屬空間。OK， 嗱，再入到嚟係呢個客廳會客室啊，仲有呢個飯廳咁樣一體嘅一個 area 咧，會俾到你一個尊華嘅享受嗱，係咪啊？一家大細如果喺度食飯啊，客户或者朋友喺隔離傾偈都兩不誤嘅，真係非常之～OK 啊，呢個 feel。再入嚟呢度有一個非常大嘅廚房啊 ，U 型位，哇！呢度真係全部架餐都係齊曬，一個好大嘅雙門雪櫃啊，俾到你啊。當然呢個唔係裝修標準，唔係交付標準嚟噶。呢、这個裝修交付標準咧係一個無坯嘅啊。點樣裝咧係由你自己 design 嘅，但係咧佢總價真係平喎，200多万你就值得擁有㗎啦。OK， 呢個房產證嘅面積只不過係133方，但係個實際面積咧去到250方，
好闊落、好闊落嘅空間。OK， 我哋再嚟到呢個露台睇睇，哇！一打開咧，一種非常新鮮嘅空氣一入到嚟，真係成個人都舒服曬啊！即係呢度好適合做一個康養啊、養老，又或者休閒嘅一個聖地，真係非常之舒服嘅。嗱，你睇睇呢一個露台一路通過去，係好闊落嘅一個位置啊。OK， 嗱，我哋再望到呢邊啦，呢下邊嗰啲連排啦，全部賣曬㗎，一言不淨。呢度仲可以望到少少呢個湖景啦，係啦。仲有嘅就係、是、啊呢一邊。小橋流水咁樣嘅景、啊、自己屋企就可以望得到啦、啊。你話喜歡唔喜歡？真係非常之舒服嘅。OK， 我哋再上去睇下啦。嗱、啊，今次我哋上去再上面行下樓梯，去感受一下呢個樓梯有個感覺咯。嗱、啊，自己一個人行咧唔會話好逼嘅，慢慢行都行得上嚟啦，係嘛？好啦、啊，上面有咩驚喜呢？一樣啊，電梯位置出嚟都係一個玄關櫃，佢咁佈置嘅。再入嚟都係一個洗手間啊，呢、這個洗手間咧嚇，佢、啊、就做得唔一樣啦。OK， 但係咧你自己點裝修、點 design 咧，都係由啊你話事。好啊，啊各樣風格、各樣喜歡，我相信咧你嘅風格咧，再應用到唔同嘅房子入邊咧，感覺係唔一樣嘅。OK， 呢邊仲有一個啊套間嗱，啊這個、套呢個套間咧。都好正啊，係咪先？你再擺個一個兩米二嘅一個牀喺呢度，完全冇問題啦。呢櫃隨便定制，地方真係夠大。出邊呢個露台咧，出嚟仲更加舒服啊！因為喺呢度又高咗一層啊！你睇下，成個空氣，哇！呢、這個空氣質素真係冇得彈。因為咧，佢呢度屬於抬高咗些少嘅，咁其實又高咗少少啦，比實際下邊嗰啲啊疊墅啊，係咪啊？啊，係比下面嗰啲連排咧又高咗少少啦。咁樣成個高度抬高咗之後咧，再望落去，哇，有一啲居高臨下嘅感覺，特別係啲磚頭位啊，仲更加舒服，係咪先？好啦，呢邊仲有一個洗手間。嗱、啊，呢、這個洗手間入去之前咧，有一個衣帽間去預留到俾你噶啦。啊，無論係男主人抑或是女主人，我相信啊，有一個自己非常之中意嘅衣帽間係。好正嘅一個感受啊！無論你嘅名牌包包啊、手錶啊，係咪啊？各樣飾品放喺入邊，非常之舒服啊！呢度有一個大浴缸咁做咗俾你啦，啊，梳妝台你都可以 design 你自己嘅風格，非常之夠大嘅呢個空間。OK， 哇！你真係睇到都好中意喎呢度。好啊，我哋再上去嗱，上邊一層有驚喜啊，各位啊，等陣開股。OK。誒係啦，啊上去之前啊，留個小尾巴啊，呢邊仲有一個細房間嘅。呢、這個細房間咧，你可以做兒童房啦，亦都可以做長輩房啊，或者招呼啲朋友啊，係咪啊？啊嚟到呢度咧，都一個非常之靚靚嘅景啊，可以望到對面啲小高層，都非常之唔錯。OK， 好啦，再上去。我啱先聽售樓姐姐話咧，呢度嘅小高層全部賣曬咯喎，即係可想而知。呢度嘅片區價值咧都係 OK 嘅，人賣嘅啊，再加埋惠城，大家都知啦，本地人嘅購買力都係非常之強嘅。我哋之前都拍過呢個阿居路白鶴湖啊，嗰度都非常之多嘅本地人已經賣咗啦，係咪？呢邊又近北站咯，又方便咯，係咪 ？OK， 呢度一樣係一個玄關櫃，仲有呢個位置，呢度都係一個洗手間，係啊，面積都一樣啦。咁呢度就唔使多講啦嚇。OK。呢一邊嘅房間，我哋都睇埋佢。係啊，呢一邊嘅房間咧一樣，同下邊嘅面積一樣大細啦。啊，再抬高咗一層咁樣嘅啫。好，重點嚟啦啊！呢、這、一個好似開馬咁開出嚟，呢、這、一個先係呢一棟嘅重點。哇！呢、這個咁樣非常之大嘅咁樣頂層呢個露台，係咪好舒服？係，冇錯。中海湯泉點解叫中海湯泉？因為真係有湯泉啊，各位觀眾。嗱，呢個真係屬於你自己嘅私家温泉，係真係可以俾到一個你非常之奢華嘅感受嘅，係啦。呢個點解要湯泉呢？就係因為呢度本身就係盛產呢一個温泉嘅一個地方啦，家家入户你都可以接你嘅温泉水啊。冬日之中啊，和你嘅家人啊食完飯暖粒粒，再上嚟浸下温泉，咁樣俾你到。你的 feel 咧係非常之 OK 嘅，
咁總價都唔係好貴啫，係咪？啊，260萬到330萬，平啲250萬都有。咁你但係計一下喎，啊，房產證面積如果你計133嘅話，20000蚊左右。但係如果你計佢實際面積250，都係10000蚊左右，你就擁有咁樣嘅疊税上疊喎。我哋即係去邊度揾係咪先？嗱，你睇睇對面就可以望到呢個惠州北站啦，真係非常之近嘅，各位。1小時唔使，你就可以喺呢一度直接翻到羅湖口岸，啊，翻到你香港嘅屋企，哇，咁快就到啦，嚇，啊！真係好考究你自己嘅一個啊智慧啦，即係你想唔想嚟呢度及下，想唔想嚟呢度睇下，體驗下呢度嘅湯泉文化啦。好 ，Kenneth 喺呢度等你。好嘅，各位觀眾，我哋再嚟睇下呢個下碟啦，啊，呢個下碟嘅面積咧係141方嘅，呢度一入嚟咧。同樣都是一個入湖花園這樣的設置的，是的，這個中式 feel 是非常強的，141方，但是呢它實際面積有成320方這麼大的，是非常 OK 的一個面積來的，贈送得面積非常多了，一入來呢是一個開放式的廚房，你都可以做一個，啊，西廚，啊，非常漂亮啦，呢度6人位，我相信咧摆个8人位都冇乜问题噶啦。啊，再入嚟咧系一个非常之大嘅客厅啦。啊，出到嚟咧仲系一个后院，咁呢啲花园咧就赠送噶啦。啊，汤泉就少不到温泉啦，系啦，呢度温泉咧啊就系做咗呢个后院个位置啦，真系户户都可以入到温泉噶，系。然之後咧，呢度仲有呢個通風井咯，啊，彩光井可以望到下面咯。咁呢地下空間咧都全部贈送嘅。嗱，啊，呢度有一個休息嘅空間咯，都俾到你。好寫意喎，呢個空間真係好舒服啊！再望下出面嘅景啦，嗱，啊，呢度都有啲小賣部啊，啊，物業管理啊，都喺半對面嘅。啊，再望下上面咁樣。就好有感覺噶啦，系啦，好，我哋再入去睇睇，即系非常之靚喎，而且個總價都還好啊。啊，呢個下碟咧就比上碟貴些少啦。啊，等陣我哋開估啊，呢度有一個房間，入去房間先咧。啊，呢度有一個洗手間。啊，呢個洗手間啊就寫些少啦。啊，但系。各位唔好唔記得啊！呢度係無坯交樓嘅，所以咧啊，跌曬都好考究呢個裝修師傅嘅功力啊。OK， 畢竟呢個實際面積會更加大啊嘛。好嘅，我哋呢度行樓梯落去啦嚇。啊，呢個樓梯都唔會話好窄嘅，都 OK 啊空間。系啦，呢度负一楼啦啊！负一楼咧，仲有一个影音效果咯，嗰啲家庭影院咁嘅 feel 咯，仲可以做下咁啲私厨咯，都系非常之写嘅空间嘅。仲有呢度出边咧，有一个细细地嘅花园啊，咁都系一个赠送嘅空间嚟嘅。OK， 嗱呢度一出到嚟好舒服啊，大家可以喺度饮下茶，倾下偈啊。上面仲有呢個采光井，咁樣通落嚟，係嘛？仲可以吧？咁一直都可以通到一個房間嚟。OK， 嗱，我哋入去呢邊入去，呢度入去，啊，又係一個會客室嘅呢個位置啦，非常之型仔啊！好，然之後咧，呢邊都仲有一個洗手間嘅。OK， 都是咁上下大细，呢个房间都是 OK， 即系买呢度咧，佢都有佢嘅一个质素喺呢度嘅。佢对比于即系下下几百万、上千万嗰种单位咧，即系200-300万就喺呢度有温泉一个别墅，都系性价比系比较高噶。OK， 嗱。呢边仲有一个洗衣房啊，佢做到咁样的效果。呢度都有一个超大嘅洗手间噶，啊，都 OK 嘅。
啊，呢边咧就系、是、你嘅私人空间啦。啊，负二楼你可以做酒柜，哇，放啲珍藏嘅雪茄、靓酒喺呢度，都系非常之唔错嘅一个选择噶。啊，呢度一直入去都有呢啲延伸嘅空间嘅。OK， 啊，仲有呢边啊，可以摆啲植物啊。嗱，呢度嘅采光井咁样一路落嚟，佢都会保证到佢嘅一个采光嘅。OK， 好啦，我哋搭 lift 上去睇睇先。嗱，呢个 lift 都系预留咗俾你嘅一个私家 lift 位啊，无论上跌同埋下跌都有喺度噶啦。嗱，呢边呢啲位置咧，你都可以放啲装饰品啊、纪念品喺度装饰一下，都唔会浪费空间嘅。而且中海物业大家信得过啊，实力央企。好，直接上二楼睇睇啦啊！OK， 大家记住呢度实际面积是320方嘅啊，320方真的非常之大噶咯，好静啊呢、這个电梯都系啦啊，话咁快就到啦，哇呢、這个电梯佢都做咗呢个中式嘅镂空一个设计都唔错喎。好，二楼有咩特别？好，出嚟就知啦。嗱，出嚟咧都系一个啊玄关位啦，呢度洗手间啦，做咗干湿分离效果啦。OK， 呢边咧仲有一个细细地嘅房间咯，可以做儿童房咯，亦都可以做长辈房嘅，都是通到出面的一个露台位置。 OK， 这边重点了，主人房了，主人房在这里，一进去是不是有些富丽堂皇的感觉呢？衬晒你的身份了。 OK， 这里一进来整个画面这样一拿过去非常之舒服啊，你摆张2米2的床都绰绰有余，在这里尽享你的新鲜空气，一出到嚟好舒服啊！哇，真系康养地喎呢度，大露台啊，喺度跑步都冇问题啊！啊，放个跑步机喺度。OK， 再入到嚟啦，嗱、啊，呢、這个非常之靓嘅一个衣帽间啦，系啦，仲有一个梳妆台喺呢度啦，咁放系咪都好舒服呢？仲有入面洗手间，这个套房呢洗手间就一定不能少的了啊，淋浴区啊、浴缸啊，啊，仲有这个中洗区啊，全部在这里了，感觉都不错的，都望得到出面的远景的。是啦，那整间下跌的单位我们就看到这里了啊。呢度咧总价咧就去到350到450万左右咯，就系、是、睇位置嘅，都非常之正啊，好吸引啊，真系。咁大家唔好唔记得呢度房产证只有141方嘅啫，实际系320方喎。咁样嘅质素啊，系咪啊？都几抵下嘅。咁当然啦，如果啊你有其他考慮嘅話，啊，我更加去推薦呢個上碟啊，上碟都唔錯嘅。呢、這個細細地嘅買間嚟嚇，250万左右，260万左右，咁你都可以上車啊，咁都唔錯嘅。嗱，別墅喎，主要係家家户户都係通呢個温泉嘅喎，都非常之 OK 啊，係咪先？再落嚟啦，再落翻呢個一樓。真係好舒服，橫睇掂睇都好鍾意呢個單位嘅。OK，